大家都知道了，在这次护送县长连过封锁线的时候，两位同志机智勇敢，立下了战功。特别是刘春雷同志，那是身负着冤枉啊。但是他呢，他不计前嫌，主动归队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的政治觉悟啊。在这儿，我代表工作组宣布：一，对给予两位同志的所有处分全部撤销。第二，上报军区，给两位同志请功。另外，任命胡彦明同志到为四连三排副排长，刘春雷同志到为四连三排二班班长。好，是。希望两位同志戒骄戒躁，再接再厉，不断取得新的进步。胡彦明同志，请坐。是。刘春雷同志，是。哎，你先回去，啊，回去，等候传达会议精神。来来，是。来，这边坐。别笑。好，开会吧。哎呀，本来以为要挨顿亏，没想到还给了个甜枣吃。骑兵团就要解散了，你这个大班长顶多也就是个步兵班长。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，听谁说的你？里边正船拿着呢，谁吃饱撑着了在这儿跟你闲磨牙？哎，这个晋中军区的骑兵团在敌人炮火和机枪的打击下损失惨重，现在已经无法恢复编制了。115师的骑兵团呢，裁撤的比较及时，已经全部改成步兵。所有的实践已经证明了，骑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战争。骑兵的集体冲锋在敌人的强大火力之下完全不构成威胁，甚至成了活靶子。根据总部的准确情报，现在世界各国都已经加快了对骑兵的裁撤，特别是欧洲，在欧洲的战场上基本上看不到骑兵的踪影了，而装甲部队渐渐成了战场的主角。说我们八路军是干什么的？我们八路军是在敌后抗日的，我们的给养、我们的军需都供不上，像骑兵这种非常庞大的装备现在反而成了我们的负担。所以首长们经过研究啊，再一次决定撤销原129师骑兵团。所有的战马呢，分发到各单位做驮马使用，消化不了的就地屠杀，改善连队伙食。什么？这就是可以的？多可惜啊！我们的马怎么能屠杀呢？赶紧！将军，不能丢弃重武器啊！一旦丢弃，我们的火力就会减弱的。现在八路已经学会了构筑工事，将军，如果没有重武器的火力掩护，我们的伤亡会增多的。骑兵旅团改成轻骑兵，是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的决定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请您向军部方面提交申请。当初我们为什么会输给苏联，还不是因为我们的装备不如对方吗？但现在在中国战场，我们正处优势啊，将军。可一旦我们把重武器全都丢弃了，我们的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。继续重装骑兵作战，你们有必胜的信心吗？有。暂停武器清点交接，等我从北平回来。停下，全都给我停下。我非常能理解大家的心情，在座的同志们都是些老骑兵了，对部队、对战马、对战斗都有着深厚的感情。但是同志们，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，我们在座的大多都是党员，我们不能有本位主义啊，我们要不折不扣的
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，要服从。军人的天性就是服从。我能理解，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，但是必须服从啊。怎么样？我们都不说话了。来，我们各单位都表个态吧，到底执行还是不执行？都跟我装聋作哑是吧？一连连长、指导员，起立！你们带头，表个态。特科员，这么多连，为啥就是我们一连先说？我不得一个一个来吗？先从你们一连开始，逐个表态，执行还是不执行吧？命令是要执行。大声点儿！执行，行了吧？什么叫行了吧？还行了妈呢？你给我站着！都站下！什么态度？二连，来，指导员。到你们了，说话呀！特派员，这事儿还有的商量吗？在我这没得商量，你要商量，找陈司令员。你先给我表个态。表态就表态呗，随大溜。什么叫随大溜？别的连怎么着，二连就怎么着。那别的连要是不同意呢？那别的连要对抗军令，我们二连。那也不对抗军令。我告诉你，二连长，你别给我打马虎眼。唠又不挑。好了，送。三连，到。你看着我干什么呀？表态。这三连指导员还在医院，我也代表不了他呀。不，你可以代表全连。让我代表全连，我得先回连部，问问全连骑兵的态度。那战士们不同意，你就不同意呗。说话！我也没想通。好，没想明白好办，我给你时间。现在我宣布就地免除三连连长职务，由二连指导员代理三连连长。是。我出来！是大刘，里边全是排一以上的领导来站位，你算老几？我要替骑兵团说话去。说话要管用，连长他们早就说话了。连长都不说话，你进去管啥用啊？行了，大刘，我们也憋一肚子话呢，别惹事儿了。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刚让你当个班长，你现在进去准给你撸了。韩连长，到你了。我之所以让你最后一个表态，是因为你是老红军，老同志，又是特等战斗功臣，啊！首长电话里特意跟我说，你跟韩猛子说，让他用他的党性、党龄，让他用他受党多年教育的觉悟，给同志们带个头，做个表率。你看，你说两句吧。我执行。哎，你们看看，老同志什么态度？我话没讲完，我还有个条件。执行命令不讲条件，这条件跟执行命令没有关系，是执行命令以后的事儿。以后的事情，我现在就要讲。你说吧。改成步兵以后，我要求保留这把战刀。这个应该可以，我同意。还有，改成步兵以后，我只当战士，不当干部。除了上战场杀鬼子，其余的什么都不干。
区纪要科的张科长和王干事。你好。他们分到四个名额，我带他们过来挑挑马。都在这儿了，随便挑吧。啊，看这边吧。哎，大个子，我跟他们说了，公鸡个子大有力气，他们说过来看看。你看他们的马去。这怎么回事？心疼公鸡了是吧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这回啊可给他选了个好婆家，回头你可得好好谢谢我啊。选啥婆家？挑他们的马去。去去去去去去去。同志们的心情啊是可以理解的。哪一个是公鸡啊？啊，就这一批，个头最大的。这可是东洋马，从鬼子军官手里缴获回来的。哦。小鬼子的马是个大，不过太娇嫩，不容易喂。后勤部来了两批，因为饲料差一点，都病死了。这是一匹母马呀。那怎么叫公鸡？应该叫母鸡嘛。哈哈。它有个特点，老也改不了。天一亮，公鸡一打鸣，它就跟着叫，所以啊，就叫它公鸡。它叫，是想回日本老家了，没那么便宜，先给八路军做苦力，等拖得精疲力尽了，再打发它回老家。这虎奶，你家不出着玩了？好，不能到这。就它了，牵走吧。爷好，这小鬼子还耍脾气，我哎，别打了！哎，慢点，出来！你还敢？同志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打人？我急了，我还杀人呢！出来，先再打一下试试，我撅断他胳膊！简直是乱弹琴！你是哪个单位的？叫什么名字？刘春林，四连三排一班的，你枪毙了我！是，谁是三排长？三排长啊，受伤住院了，我是副排长。你去，把你们四连长、特排长都给我叫来。太不像话了，这简直就是军阀作风。张干事，这样，这匹马呢是他的战马，你也理解理解，心情不好。这不是他的战马，现在是革命的战马，是八路军的战马，是，不是他个人的私有财产。是是是，哎，他不是我的私有财产，但自打这匹马跟了我那天起，他就是八路军的战马。他就是我的战友，你打他就是打八路军，你打他我就敢打你。你知道他立过多少功吗？你知道他流过多少血吗？你们这是欺负他，不会说话？你吃枪药吗？你跟上级领导不会好好说话吗？张科长，这是团部的孔特派员和韩连长。不用介绍，认识。张，你说来了怎么又不打声招呼呢？啊，孔特派员。这是你手下的兵还是土匪？刚才打了王干事，这是八路军吗？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吗？哎呦呦呦！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主要是这个骑兵裁撤，战士呢，心里有点想法。这都怪我，是我教育无方啊！我向你赔礼道歉。来，严兵，打个字。老兵，不用解释，道歉。张干事，刚才是我们不对。出来，来来来，道个歉，赶出去赶趟，道歉。对不起，我传人是我不对，但他不应该打我的马。呵呵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道歉的。行，这个月的人啊，我惹不起，惹不起，我躲得起。走到其他单位去。老张，哎，你听我说，你们别走，其他连的好马都被挑走了，只有三排的了。公鸡真的是匹好马，都是好马呀。哎，你们别走，你跟人先瞎吵啥？哪凉快哪待着去，爱要不要，我还不想给呢。行了。哎，你让我一个好歹呀，我在帮你。你帮我啥？你都快把马弄给别人了。走。
人非草木，岂能无情？我完全能理解大家的心情。战马是骑兵无言的战友，骑兵团在组建以来立下赫赫战功，战马功不可没。 但是，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，我们这支古老的兵种已经不适应现代战场了，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它必须退出历史的舞台。上级首长指示，把这些战马分发各个单位做驼马，老弱病残的，就地杀掉。 改善战士伙食，我跟大家一样，我的心也很痛。我虽然不是骑兵，但是我知道，战马是不能杀的，即使战死，也要厚葬。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，敌人不停地封锁我们，我们供给跟不上，很多战士营养不良，野盲症的同志一天比一天多。不是我们狠心，不是我们无情，不是我们残忍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。 国仇家恨就在眼前，民族存亡到了关键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，包括他们这些战马，为了抗日战争做出了最后的贡献。连长。 交团旗，交连旗，一连交旗。
小马东。手准备，预备，不要开枪。他是匹好马，是匹优秀的战马。刚才你们都听见没？他叫唤了，他啥都明白。他不想死。我不管他是什么马，没有单位药，我只能这么处置。有，有单位药，那军区的军药科就要了。有，人都让你打走了，你还有脸说？我让开。我错了，我求求你给我点时间，我去求张科长，我去求团长，我求政委，我去求司令，我跪，我也把他给跪回来，我求求你了，特派员，我求求你了，特派员，你以为是你们家后院吗？这是军队，你给我让开，要不然我处分你。不能打他！不能打他！特派员，你不能开枪打他！你不能打他！你不能打他！你不能打他！我求你了，特派员，把他给我拖走！好，卡林，今天你是非杀他不可。你打死他之前，你先打死我！我要和我的战马死在一块儿！别耍赖，你胡说啥呢？放宽范围，告诉你，把他给我拖走！是，你给我走，走！有你啥事？你给我站开！你不能打他！他是我的战马，是我的战友，他是我的兄弟。你要想打死他，你就打死我，我们俩必须死在一块儿。你开枪，你开枪，打死我！刘春雷，你别以为你救过我的命，你就可以胡作非为，就可以践踏组织纪律。你给我让开！我不让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战马被打死。我不让你，别逼我，刘春雷，走，我不走，走，我不走，你是想疯了你。
你别管我！春雷，干什么？春雷，别再给特派员犯倔了，留条命吧。这家里还有爹，还有娘，还有荷花呢。我不让别人杀我的马，你是个走人。要杀你就杀了我，别想杀我的马。特派员。他是我的兵，我有责任，让我跟他谈谈。大美人，刘春来，你要还认我这个连长的话，听我说，我韩永正家里是三代刀客出身，我八岁就骑上马杀地主老财，我这个胳膊。为什么老弯着？就是在马上握刀把子时间握长了，习惯了。要说混，当年谁混得过我？要说野，原先我还野你十倍。可我都被这支队伍，被共产党给改造过来了，直到服从命令。直到服从大局。骑兵我当了多少年了？你才当几天？轮也轮不到你在这撒野吧？是，裁撤骑兵团，杀战马吃肉，哪个骑兵心里好受呢？谁心不是肉长的？那个人屁股上的老茧都比你要厚。你在这里胡闹什么？你带的什么头？你是想领着全团跟着你兵变，还是要跟着你造反呀？那小鬼子还打不打了？国家还要不要？就因为你这一匹马，你简直就是一个混球。你要真想死，我不拦你。拿着我的马刀，找个没人的地方割自己的脑袋。但是你要给我记住了，国家都要亡了，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，不死在战场上。不死在沙场上，在自家的队伍里胡闹，你对得起谁？你是对得起爹娘，还是对得起全村的老少爷们，还是对得起祖宗啊？作为一个骑兵，没有了马，我们依然是一个兵。作为一名骑兵，可以流血，可以流汗，不可以流泪。入伍第一天我就告诉过你，你是一个八路军的骑兵，服从命令。你是一个八路军的战士，准备枪毙了。回答我，连长，你啥也甭说了，俺都明白。连长，我求求你。我还有一个要求。说。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打死我的马，我亲自开枪。
儿，等着我！啊！住手！别开枪！不要开枪！住手！立正！司令员同志，骑兵团正在执行裁撤命令，战旗已受损，战刀已收缴，战马现已集中，请指示。早旗。是。他那是干什么？杀杀马。啊，于是你就把马眼睛蒙上，怕马认出你来啊？嗯。好了，不要在这充当刽子手了，归队吧。同志们啊，你们团长啊写了两本关于骑兵的小册子啊，这个东西啊刘邓首长看到了，很有启发呀，对骑兵又有新的认识。哎，你们想不想知道刘邓首长是怎么批示这个东西的？哎，老钟自己说一下。同志们，我现在传达刘邓首长的指示，骑兵团的裁撤暂缓了。前两天啊，我和宗团长受到了刘邓首长的接见，这具体的谈话内容呢，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稍微的透露一点啊。中国骑兵啊，是咱们宗团长通过长期的实践和理论创建出来的骑兵作战方式。大家都看见了，我手里拿着本小册子，在这本小册子里啊，宗团长谈到了咱们中国的现实情况。刘邓首长啊，读了咱们宗团长的理论，很是高兴。听咱们宗团长汇报啊，哎，非常的认真，很有耐心。当然，人家也提了不少问题呢。其中人邓政委就问到了咱们骑兵的武器装备情况，是吧？宗团长说了，轻骑兵那就要轻装上阵，放弃那些重机枪呀、迫击炮呀，确保它的灵活机动。哎，刘司令员也询问了咱们骑兵的战法，宗团长又说了，是吧？作为骑兵，就少用那些集团式冲锋，以突袭和长途奔袭为主，以上马为机动，下马打仗为主。大规模作战时，可利用那些山沟啊、青纱帐啊、大雾啊，哎，等到这夜幕降临，这些天时地利，再对敌人进行两翼的突袭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说了半天了，你们大家都猜猜，这刘邓首长听了我们俩的汇报，怎么着来着？啊，说呀，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人邓小平政委啊，听了我们俩的汇报，很是高兴，是当场拍板，取消对骑兵团的裁编，急需保留骑兵团。好，我们站稳宝座了，我们站稳宝座了，站稳宝座了。这骑兵团是保留下来了啊，但是我们距离一个专业的骑兵队伍还有很大差距。为了不辜负首长的希望，不辜负群众的嘱托，我们要严格训练，彻底整顿骑兵。你们有没有信心啊？有。好，下面请司令员给我们做指示，大家欢迎。哎呀，现在都高兴了吧？啊，这个屁股下面又有战马骑了，刀把子又攥在手里面了啊！
你们啊，要给我严肃的整顿军容风纪。什么警步兵、轻骑兵啊，从今天起，夯不啷给我警起来，能不能做到？下面，我传达军区党委的两个决议啊。哎，这个是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做出的。第一，骑兵团的整风整军是必要的，效果是好的，这个军政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。但是在过程当中，有极左的倾向，打击面过大，有些偏激，这一点要深刻反省，立即纠正啊。报告，首长，这事儿是我负责，我的检讨已经写好了。啊，算了，坐下吧，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。是。从今天起啊，工作组撤销，所有的特派员返回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。第二，原骑兵团团长曾良玉同志，到。原骑兵团政委邝玉琮同志，到。即日起，停止学习，返回骑兵团，恢复原职务。本来啊，军区是有安排的，想任命你们中团长担任军分区的参谋长，你们邝政委担任政治部副主任。当时他们两个人不干啊，一定要回到骑兵团。哎，你们让他们自己讲一讲想法。我们都不讲了，我们的想法呢，这大家都知道了。哎，我们都不讲了，哎，讲讲他们的。哦，有件事情啊，我还真得给大家说说啊。回来的时候呢，邓政委给我打了个招呼，说这个骑兵啊，建制小，这不就一个团，即便将来条件好了，可以扩容，但扩容他不能扩编，在骑兵部队当干部啊，真是委屈了大家。没关系，可以申请调动。刘司令员也有话，这骑兵干部到步兵啊，可以提升一级，排长升连长，连长呢可以升营长，唰唰，很快的。只要愿意调动的话，这陈司令，这我们大家都在，可以提出来啊。龙子，你没什么要说的？他这乡间的小路，走向战场，走向那位母亲而站的地方。寻见那和平的曙光。